好，我们和咒雪是恋子，中立职业瘟疫之源，他是招魂师，我们是瘟疫。哎，开局先找个人感染上。哎呀，怎么报告了？我这开局不太顺利啊，一个都没感染上。Big 姐啊，闪光刀右耳了是吧？军师说他没闪，他看到了霸总和脖子面刀。脖子是什么呀？好家伙，霸总坏主自杀了。脖子说等会他来执法，他紧张，他要去执法军师。史蒂夫说脖子可能是老兵。穆林森说他要赌军师行刑者。啊，赌错了，那出脖子必定是警长啊。啊，史蒂夫说脖子不一定是坏的，第一轮就要出警长嘛。军师说确实看到他瞬移了，自己应该没看错，那我们反着投军师吧。哎，真是警长呀，这么牛啊，我们可以张军师一把。周学让我们穿他的职业，他要假装守护天使，到时候再说吧，我们先来修个破坏。我们先把链子给感染了再说吧，这样好歹有一个了。两个内鬼的节奏应该没那么快了吧。哎，分散了，躲一躲躲一躲躲一躲，等一下冷却时间呀。哎，有人被刀了啊，还是个双刀呀，内鬼挺狠的。陆离说谢谢在管理室门口，福义说他是离每5到10秒。军师保咒血和查拉，他说脖子闪光刀人不说。军师把警长给冲了，有技术的警长如果闪光刀人了，他会自己不知道吗？用你们来说嘛，明显军师不是好人。脖子一抱警长呢，军师直接冲了。哎，这波输了，出去以后内鬼双刀就输了，我们投军师了。希望内鬼等会别刀了我们。哎，得赶快继续感染了，不然我们打不过船员和内鬼。哎，内鬼也挺勇的，每次都双刀，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周雪。哎，感染一下史蒂夫，两个人了，哎，终于两个人了。等冷却，等冷却，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一下冷却啊。哎，关门了。啊，食堂人还挺多的，很安全呀。哎，就怕别人看出我们俩是链子。坏了，天黑了，快走，不找人了。现在离别人越远越好呀。咒雪去哪了？完蛋了，我感觉我要记了。我也自身难保呀，在没成神之前呢，我什么也不是。咒雪啊，你别去修灯啊，离得越远越好啊。哎，报告了，吓死我了。不行，再下一轮真的要记了。查拉被禁言了，那史蒂夫肯定不是呀，不然查拉就感染了。福义应该也不是，他去报告了。那我觉得杨代或者是军师出一个勒索。福义说6秒，杨代让被勒索的出一个。福义说他的视角呢，杨代和我们是狼。史蒂夫也怀疑杨代。咒雪说他可以保我，他是我的守护天使。那出杨代吧。军师说杨代在他那，在配电室门口见过。哎，就是在配电室门口呀，那就说明军师和杨代双狼咯。先出杨代吧。好，全票通过，看一下杨代是什么职业。啊，杨代是勒索者，还有一个内鬼了，这下内鬼应该不行了吧。好，我们去配电室摸人呐。查拉和福义，我去摸查拉吧，跑得还挺快的，让我摸一下。哎，这怎么感染第三个就成神了呢？是不是感染人数过半就行了？福义和军师我肯定没感染呀。等一下，我要告诉一下咒雪，正好关门了，我说我成神了，他说没人被刀。哎，那就去拍灯吧。哎，这内鬼卡得这么准呢、啊、刚要拍灯就破坏了。查拉不会是内鬼吧？他也在看我们，这个也说不定，他怎么老是回头啊。哎，他摸我暴毙了，等一下等一下再刀一个。好，空票了。哎，直接报告了，这下爽了，应该是赢了。我说军师素质呢，非要出军师。军师说我们面刀，他说好人不配赢。哎，等一下，军师你报个职业我听听。他说是老兵。福义说我们是赌。嗯，坏赌不是早就没了吗？福义是什么呀？他说他是灵媒出军师。不对劲呀，史蒂夫刚刚不是在反应堆门口吗？我看到福义进去了，他说他在管理。哎，那更不对呀，那说明福义是内鬼吧。我看到福义去的反应堆。助学问我出福义吗？哎，弃票吧，保险起见我再开一刀，就算有内鬼 CD 应该没有我快。弃票。哎哎，好家伙，差点上当了。怎么还有换票师在场呢？试图把票换给我，差点中计了。哎，我就说他俩怪怪的。福义应该知道是我们刀的，但他一直要说出军师，军师一直在保他，幸好本意是想弃票的，没让他们得逞啊。
好的，我们的链子终于赢了，差点翻车了。看一下职业，服役是失忆者，抢到一个换票师，军师是小丑。哎，我就知道是个坏皮啊，没想到是个小丑，我全程都在想出他。史蒂夫是个市长，哎，刀对人了。查拉是个内鬼，他当时应该是想刀我的，结果被我反弹了。